好的，我们看到来经历了音乐的变化，我们的两位舞者均驾驭到了我们的从我们的童年到我们的成年的不同阶段的童真和激情。那么下面有请我们的孟涵来十秒钟你的比赛宣言，有请。比赛宣言哈。好，说的好，我还没说呢。有请我们的若飞。还没说呢。时间到了，不好意思，来，若飞。啊？他说了什么？